我真是醉了呀，蜜月没了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，让我亲手入监带了个闪现，我的妈呀，你在给我开什么玩笑，哥哥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会玩啊，哥哥！啊，这个指指接了一技能还是二技能，兄弟们，谁告诉我一下？哎呀，玩的是个屁呀！治水接一还是接二？你们都没给我说就让我玩，我真是醉了，都没接上技能，接二都可以。哎，我真醉了，都没有说，我都没有接技能。治水我都没有玩过去，我不喜欢玩这种职业，无聊。反向大招真骚，太牛了，一剑青豆。对面干懵了，兄弟们，对面在放臭的屁股就放大招。哎呀，我挺羡慕你的人，这个实力。啊，那对了。我去你个大嘴，这都给人家出宝物。太扯了吧，兄弟们！我的妈呀，我二技能带着烧着火，都掉下来了都，害得我把大招给放了，要不然我根本就不去放大招，真是恶心。等你动开飞，空了，快跑！完了，压通灵了，这波凉凉了，又要牵手入烟登场，但是牵手入烟。这个蜜月带错了，还不好整对吧？下次再也不听你们的了，你们让我玩了一些我不会玩的，把我自己玩死了。哎呀，止水那等于第一个忍者就是白给，结果后面的技能给带错了，扎心了，还得我牵手入烟登场，行动开始，马上担当。这套技能骚不骚，兄弟？是不是把对面给秀到了，兄弟？刚才这个闪现放的骚不骚，兄弟们？就说你们自己说这个闪现骚不骚？跑不掉，跑不掉，这么一点点血，半厘米的血，我直接开大就能把他忙死，真的把他忙死。刚才这个闪现绝对放的骚，直接躲了过去。哎，他压通灵没用。又出保护，我去，又出保护，你都在打呀，我的妈，能不能给点面子，哥哥，咱都是 V8， 能不能给 V8 留点尊严？你看，妈的，对面最小出了三次保护，